多人啊都没有吃过这种树上自然成熟的凤梨，我打开一个给你们看看，我们给你们发货都是发这种树上熟的，哇塞，果肉金黄金黄的，吃起来又香又甜。嗯，这真是大过年上轿头一回啊，产量高吧，可是价格啊就特别便宜了。叔叔阿姨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种植的夏威夷果了，不光皮厚肉薄，而且颗粒大还饱满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你就帮我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。不套袋，不洗果，不打蜡，自然生长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原当中，日照时间长，昼夜温差大，这样的苹果能不甜吗？Hup-hup! Hup-hup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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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p-hup!